台视频道最温馨欢乐的好戏《家有喜事》第三季，守住爱情，精彩剧情，子良再次向玉慧求婚。我要娶的不只是你，还有我们的女儿喵喵，请你放心的嫁给我。我们过一阵子再讨论好不好？秋月设下鸿门宴，富康坐立难安。最后一道菜，荔枝鱼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三季，守住爱情。